大家好，我是 Sally。大家好，我是 Tim Tim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就收到一个好神秘嘅包裹。咁咧，爸爸妈妈就话唔系佢哋买嘅喎，不过上面就写住我个名啦。我真系好想快啲知道里边系咩啊！我哋而家拆落好唔好啊？好啊。咁首先就剪开侧边啲胶纸。YouTube Kids 的講座來的，那就在最尾玩了一個小遊戲就得到這些獎品了。你有沒有想過會有啊？沒有啊，我都沒有。介紹下什麼？好的，那我們現在一起介紹一下這些是什麼來的先。首先呢，就是這個啦，這個就是一個 YouTube Kids 的 Cushion 來的。你是怎樣的？你試試。好舒服，就好似一個枕頭咁。係，類似枕頭吧。好，跟住咧就係、呢兩件啦，你得住啊，得住啊，係啦。呢兩件咧就係 YouTube Kids 嘅衫啦，呢件咧就係、大人碼嚟嘅，呢件就係小朋友碼嚟嘅。跟住就呢個啦，呢個就。不知道是什么，那我们呢，这个应该是个袋，那我们全部拆开来看看啦。那就拆了这个先，你拆。好了，后面有个胶纸拆这里。拆。耶。成功。哇，这个是个塑袋袋，都是 YouTube Kids 的。里面咧就好大啦，呢个系肯定够挤好多嘢。睇住够挤埋我，挤埋你落去啊！咁咧仲有呢、這个，呢、這个就系俾你孭喺背后。跟住咧就系呢两件衫啦，一人拆一件，你拆呢件细噶啦，好冇？细细粒，后面都系胶纸。你呢、這个，哇！你呢个丝嚟个。拿哇，好舒服啊！舒服啊，系喎、啊，舒服。呢件 YouTube Kids 咧就系大人嘅，就系、黑色。呢件 YouTube Kids 嘅衫咧就系细路嘅，就是、白色嘅，上边一样样有 YouTube Kids 呢个啦。跟住咧，最后就系我哋。把这个 cushion 出来了，上面都是一样印有 YouTube Kids， 这里所有产品都是印有这个标志的。这个 cushion 就可以用来挨啦，或者可能睡觉的时候，有时睡下都挺舒服，刚刚好。你试一下。我痛了。舒不舒服？舒服。好啦，咁我哋今日嘅开箱咧就到此为止啦。咁你多谢边个啊？多谢爸爸。仲有咧？多谢自己。仲有喎、哦？多谢细佬。梗唔系啦。多谢 YouTube Kids。再多谢妈咪。咁今日呢段片就到此为止啦。你哋中意咧就记住快啲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